主料，柴鱼500克，辅料，油30毫升，盐3克，洋葱15克，姜10克，豆瓣酱15克，美极鲜5毫升，蒜10克，醋15毫升，白酒5毫升，清水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才把鱼取出，内脏洗净，在鱼身两边各划上几刀，豆瓣酱加适量清水拌匀，葱切段，姜蒜切片，热锅下油，放入台把鱼，两面都煎一下，加入白酒，再加入豆瓣酱、美极鲜、醋、盐、清水、葱、姜、蒜炒匀，大火烧开，盖转小火炖12分钟，再转大火收一下汁，关火盛盘，一道美味的酱烧台把鱼就做好了。烹饪技巧，做鱼时加入适量的白酒可以去腥提鲜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